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西征梦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哦，大伙儿来都是听相声来的，哎，人不少啊。嗯，我很欣慰啊。老词儿，多来吧。嗯，多捧啊。对，多捧咱们这些个说相声的人，相声演员。于什么来着？忘了。于谦。哎，对对，于，我对不起啊，我不总看这个《法制进行时》，你知道吗？跟《法制进行时》有什么关系？闹不清。于谦，很有发展的一个相声演员。没有，大伙儿多捧，我托付你们了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，多捧。这位还真相着我。我很喜欢你们这行。相声好啊，好，弘扬真善美，对，藿香正气，对。什么叫藿香正气？就是有那句话，藿香正气什么？您说的就不对，哪有药材呀？相声，反正好，说相声好，好就完了吗？太好了，我坐行你们这行子啊，我坐行你们这行子。嗯，这什么词儿啊？这个什么坐行这行？因为终归咱们这个两者之间它是有隔阂的。哦，您不是干这个？你不知道啊？我哪知道啊？哎，你瞧我这身军装。哎，您这军装啊，这是？我是一个军事家。您？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哎，都知道啊。你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哪儿上惯了炕了是怎么？军事家。军事家上桌子干嘛？你看，您。干嘛呀？敬礼啊！您这是敬礼呢？这是敬礼？怎么了？我给你扔块面包怎么样？您这敬礼算是什么呀？您这是？我今儿是没带着枪，知道吗？带着枪？我带着我那机关枪出来，我早秃噜你了！我告诉你，你也得有那玩意儿啊！手榴弹1块钱6个，我先扔你100块钱的。嗨，没那么便宜。我尊敬军事家啊！这到哪儿去？呼啊！知道行，打枪，手枪，崩弓子都有啊！什么军事家呀？您这是不同的战况，不同的兵刃，知道吗？嗯，嘿，你不知道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看，嗯，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？没听说，我是老河部队的。什么部队您呢？老河部队。老河部队没听说过？没听说过。哎，你不看电视啊？电视上有吗？世界有老河部队啊。嗨，维和部队。什么叫维和？维持和平啊。老河呢？不知道。老得维持和平啊。哎呦，部队怎么那么贫呢？这部队，我说实在，老得维持。说实在，我跟这外行啊，没法说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啊，你说相声在这儿，厕所在后头。您这干嘛呀？紧紧我这武装带。武装带都杀里头。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1997年，啊，世界上各国的这些法人们啊，嗯，都聚在一块儿。什么叫法人呢？您这各国负责人，这首脑，对，都守着这碗豆腐脑啊，吃早点的日子，首脑，大伙儿聚了一堆儿啊，大伙儿开会啊，世界上乱。哦，净这些捣乱分子，知道吗？捣乱的，得找一帮军事方面有才能的人聚在一起，成立一个老核部队，维持世界和平。啊、哦，老得维持这世界和平。哎，这不嘛，其中就包括我。哦，您就是那老核部队里有我。哦，以后当时就定了，定了，找一地培训吧。培训得找一个哪国家？上哪儿？瑞士，嗯、瑞士不干。哦，我们是中立，哦，不掺和，不接待这个。哎，法国怎么样？不行，法国忒浪漫，啊，怕我们去了光忙着搞对象。您上那儿干嘛去？日本啊，吃生鱼片怕闹肚子，全毛病。最后选了一个风景如画、四季如春的国家，哪国？通县。通县，通县的是国家吗？通县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不许你侮辱通县。怎么了？通县永远是我家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嗨、哎，
这都不挨着，这都喜欢的佟先生，喜欢就去吧，都跟这儿大伙儿聚一块儿，全世界挑来的啊，我们这一百来人都聚在一块儿上佟先生上课，嗯，跟我们上课的老师谁呀、啊？美国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，哎。您先等会儿吧，您先等会儿，别说了，这五星都上将了，怎么还下士？他上完将得下士卖去呗。好嘛，卖大将来，卖大将干嘛？没上士，老师，早晨都站齐了，嗯，站齐，大伙先做操，知道吗？还练这个？先做操，嗯，然后做眼睛保健操，全想起来了。都做完了，嗯嗯，唱校歌，校歌都站一块唱。哦，你本是万门后，上等的人品是真秀啊，本领我播放的诚心想不到吧？别唱了，别一高腔，什么高腔啊？这詹姆斯下士教这个，这我们校歌，校歌啊，校歌评戏，哎，校歌，完事都回屋学中国的古典兵法，哦，人发一本《孙子兵法》。孙子兵法，孙子兵法，哦哦，就看这孙子这东西啊，说实在，哎，太不礼貌了，您这孙子兵法是啊，他就叫这名字啊，学都学完了，学学了有一年多，嚯，毕业之后啊，就地解散，下那么大功夫学，然后解散了，也没有单位要我们，没有人接收这玩意儿，怎么弄这不是？先解散吧，先解散，都找点事儿干吧，哦，等世界需要你们的时候找你们，嚯。都散了，那走吧。后来出事儿了，出事儿，美国有一大楼，嗯，咵让人家飞机给怼了。您这词儿用的太不文明，都闯了，世贸大厦怼烂了都啊，急了，布什总统这才急啊，急了，这才着急哦，急的一天光去火药吃30来斤，不至于，找吧啊，找军事奇才，带兵打战，啊，抓我们抓这些个恐怖分子，我找。还世界一片和平，嘿，哪有啊？没有，不好找，人才少。最后，布什总统有一秘书叫王富贵，什么名字呀？现在跟总统说啊，中国北京好、哦、有一郭德纲，找你了不起，军事奇才，好、哦、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，嚯，上炕认识娘们，下炕认识鞋，嗨、哎，你就这能耐了，你就这。找我难了，怎么呢？我没有电话，我没电话，没电话，我就一 BB 机传呼台就停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通讯工具？这这么难找，他们愣找着我，下功夫。那天我跟街上正打电话，哦，哎，后边有人来我，哦，嗯。